又上来了哈，这一晚上净看熟人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哎，你是不是也演俩啊？对，哎，那你演俩，你是不是也挣2块钱？那必须的，谢谢吧啊。这个我们俩呀才是原本的搭档，对，刚才他跟那个和我跟那个都是临时的，一人带孩子玩呗。哎，这为什么说这个要这样情况呢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这个演员不是特别富裕。是家里不富裕还是人不富裕？缺人哦，哎，缺人，人比较缺。哎，您明星啊都出去了，是剩这些废物点心是吧？都跟家里。谁废物点心啊？废物就是跟家里了。怎么也是点心啊？就是说咱们这没有名气的，嗯，跟家里的了。是啊，愿意说相声。嗯，人演俩，虽然说这是挣两份钱，嗯，但是打内心来说还是喜欢这个行业。对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说相声、说学逗唱，嗯，哪门都得会。嗯，你说嘴里不清楚那不行，人家听不见啊。尤其唱，嗯，哎呦，各位太难了，这个要求很高。你本门唱太平歌词，对，剩下都归为学唱，都是学唱个京剧啊、评剧啊，嗯。小曲小调这都得会唱，是是是。你看郭老师就是全能，人家都会。人不光相声说得好，嗯，人京剧唱得也好啊。嗯，你看人家京剧都能带着一些孩子们出去商业演出去，对，都能出去挣钱去，大型演出。所以说您也看明白了，什么德云社各种方式出去骗钱去，是不是？什么叫骗钱？就是挣钱嘛，人大伙喜欢买票支持，弘扬民族文化。哎，我跟我师傅就喜欢这一点。你喜欢什么？学的这方面哦。您像我说相声，哎，我其实一般。这个你差着，我水平一般。那咱俩谁是废物啊？我。你也别谦虚。说相声的确，为什么呀？你看我也来10多年了。是。为什么您大伙对我不熟悉？为什么对您很陌生啊？因为我呀，在相声上没有天分。嗯啊，你觉得你干这个没有什么天赋？对，你看这郭老师，人家算有天赋，你说我好啊？岳云鹏，人家有天赋，是我没有，这些你都不行。对呀、啊，但是咱也有优点啊。你的长处啊，人不是都是缺点，人也有优点。对对 对, 对，我干什么行的？你干什么？我唱戏这方面我是专业。唱戏你是专业？哎，我来德云社之前，我就是职业唱戏。唱戏是唱戏，唱戏的。你看我说相声一般吧，嘴不行，是不是？我是诚心这么说的。没有，这有什么诚心的？有个小包袱，不是，这就没有什么包袱。说相声这一场够尴尬的，是不是？我唱戏行啊。您是戏曲工作者？我是家传，世家呀，这是。对，我巴黎世家。我呀，巴黎世家干嘛？就我们家祖上跟巴黎那儿就唱戏。哦，你不说我是世家吗？嗯、对呀、啊，就是这个嘛，巴黎世。你以为什么呢？我以为你说这个，你以为丝袜呢？巴黎世家只出丝袜呀，鞋、包、衣服什么都有啊。你看看，你看相声演员，看见吗？没见过武松打过虎，我就知道丝袜带字母，看见吗？提这个，就这个。咱唱京剧，我对这个有天赋。咱唱京剧是巴黎世家，不是就是世家，是世家，是这样。哎，我父亲人家就是唱京剧，老爷子就是唱戏的。而且他跟谁一块唱戏啊？跟谁呀、啊？于魁智，嚯，这是大家吧？老生的名家名角，是不是？对、啊，孟广禄，哎呦，哎，孟广禄唱花脸的。这俩也够了，就是这俩都是头钩啊。我爷爷，我爷爷跟裘盛戎。哎呦，金少山，嚯，这都是跟他们一块儿，都一块儿唱戏、哎，反正就都在一块儿，在一块儿是不是唱戏合作在舞台上表演呀、啊？不知道，我没见过我爷爷，没问过。老爷爷管走得早，也不早，那就没问过这方面的事儿。问过，没赶上那个机会问。这你问爷爷事儿随便问。我跟我爷爷私交一般。你们爷孙俩还有矛盾呢？主要矛盾在我爸那。他中间没起好作用。对，因为我爷爷分房的时候没给我爸。那你老然后我爸就说你不要理你。那我觉得你爸做的没毛病，是不是、啊？你爷有偏有向。对呀、啊，但是我这个艺术戏曲我传下来了，知道吗？什么叫艺术戏曲呀、啊？艺术什么？艺术戏包。对，连包什么的我都一块儿。包怎么还传染呢？我都继承下来了。哦。哎，所以我来德云社之前，我就职业唱京剧。唱京剧的，唱京剧的。这么说你是戏曲演员？你看相声演员说话多好听，哎，说的多好听。你是演员，戏曲演员，演员那是谁都能叫演员的吗？就像你们说相声的，是个人就叫演员。那演员那俩字是很神圣、很高大的，我能承担得了吗？那您不是演员呀、啊？艺术家。知道吗？行
不要脸我都干这个行业，我要脸干什么？不擅长这个行业，你也不擅长不要脸。哎，唱京剧的，就是我就喜欢唱京剧，京剧艺术家。对对对，唱京剧，那您是主要唱哪功啊？眼神不错，看出来了哈，看出我是公的了是吧？没错，纯公的，纯纯的，纯公。我管你是男的女的呢，不是你不问我功，我你唱哪功就是你唱哪个行当，唱哪个行当什么？你是唱哪个行当的？我说话总有问题吗？还有别的修辞方法吗？形容再换一个词儿形容，唱哪功唱哪行当都听不懂啊！你再换，就是你台上你假装谁呀、啊？这么说不就明白了吗？你说什么黑话呀？我这是黑话吗？假装谁啊？我就是大脸，大脸，大脸，对，刚才没有大脸这行当啊，有花脸，对，大花脸，对对对对对，大花脸，大花脸，对对对，那就是生旦净净行，什么净行？你是？不存净行，我存农行，小贷款大师傅是吧？我存农行。我跟你这理财呢，不，你说净行我没存过。净行不是行，不是那银行，是一个行当啊。净生旦净丑啊。哦，生旦净你啊，那是我干嘛呀？净什么？我是丑啊，合着。就你啊，生旦净丑。你很擅长说相声的，是吧？然后我就是大花脸，净不就是花脸吗？对，就大花脸，大花脸的。我唱这个一门流，是吧？你看我这样也像大花脸啊？对你这个脸啊，对比较大。勾上脸就化上妆啊，肯定漂亮。对，我一边扎仨胡子，我就是大花脸。你看，我是大花猫，我大花猫嘛。你画这个，一天夜里都能自个儿给撞撞胆儿。就是大花脸，就唱这个的。哦。哎，就唱这个的大花脸。是是是，而且你看，我现在说相声，跟这儿晚上演完了，白天我也有工作。白天你还上着班呢，够累的。不是上班啊，那是干什么呀？白天给观众们唱京剧呀、啊。白天人家。白天你还能唱京剧、啊？北展剧场听去过吗？去过西直门那儿吗？对，你也负责哀嗨，我想想，北展什么什么？北展除了郭老师在那封箱以外，我临时去一趟。平时我也就久居北展。久居对啊，北展那能住哪儿啊？那个、我居酒就是居酒的，我在那唱戏开个人专场。专场知道吗？专场我知道啊，就我一个人跟那演专场。一个人也不是你一个人跟那盖吧？不是、啊，你说那是拉砖的场。我呀，我这专场就是主要看我，因为我是角儿嘛。对，你这个角儿是谁封的？是观众给的还是自己认为的？观众也能说这事儿吗？都是自己说呀。观众人说你是什么吗？跟我们这正好反着来。你们都是观众说，自己没有人臭不要脸说自己是角儿的。你们都是观众说，那你们那观众也是自己花钱雇的，观众就是角儿，对不对？你自己花钱花多少钱，天天雇观众。反正我就是跟那儿经常唱戏，跟那儿白天唱。对呀、啊，白天唱，白天都是工作日上班的，白天谁听你唱戏还卖票？你看这就是艺术造诣啊！啊，这就是艺术造诣，白天都有人去看我，神不神奇？什么神奇？白天、啊，咱们这个艺术都震动了，就是观众不分早晚，你只要贴上我的名，人就愿意看。就是门口贴着你的节目单就能卖满喽。对呀、啊，就能卖满喽。你那个演出是几点、啊？是上午？上午是下午？能那么早上六点半？6点半。啊，对对，你们那是不是唱戏发灌饼什么的？发粥啊？你拿我们这当早餐点了是吗？什么紫米粥？谁早上六点半听戏呀、啊？你上班的就算是早九晚六上班的，六点半人也没起呢。听我的那个粉丝人又有钱，不用上班。不让吗？人家里有买卖，有企业。你的粉丝不用上班？对呀、啊，都是大哥，大哥人有钱，人愿意，知道吗？人愿意看，花钱看我，管着吗？愿意六点半到是吗？对呀、啊，人一宿不睡就为了熬我这个，知道吗？熬你干嘛呢？对呀、啊，那就是人家愿意去，哎，看咱们的。嗯。而且咱说票价也特别的亲民。不可能，你那北展是商演，票价肯定比这儿贵。谁呀、啊？我知道啊，你们这200-300一张票的吗？你北展不论是什么艺术形式，价格票钱都低不了，5块钱一张票。五块钱，哎，但是不含灌饼啊，就纯5块钱，知道吗？5块钱，你们那是不是都得给去的？我们不会挣钱呀、啊，我们不是商业呀、啊，宝贝儿。宝贝儿，哎，那卑鄙的说，不是啊，我们那是为了弘扬民族文化呀、啊，我们是。
对呀，不为挣钱，我们没有那么商业，没有那个铜锈味儿，知道吗？铜锈味儿，我们像你们似的呢。好家伙，看着钱跟疯了似的，看哪个大哥有钱就要跟人大哥走呢。刚才你说谁这样？我。您这样，你说我跟我说什么？我说相声时候才这样，我唱京剧的时候就是为了弘扬民族艺术。卖5块钱一张票，对，而且不为了这个挣大伙的钱，前后排都5块啊。不分前后排啊，多敬业啊！但头一排也是5元，当然了，最后一排也是5块，全场都5块，哪想买到都5块，5块钱你买不了吃亏，5块钱你也买不了。那你给我拿一个木梳。废话，就5块钱，开了5元店的你是？我就5块钱一张票。2000多人坐满了，一人5块钱。2000多人，对，北展能坐2700人。对，2700人。对对对，2700人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没错。你要不信这样，嗯、明天早上5点，你跟我一块走，好不好？你到那儿你看看去。我要多收你1块钱，怎么着都行。我不去，不去，不去。啊，这不去。去去睡觉，睡懒觉。别，就差一位观众了，你去吧。差一位就满了。你拿我凑数去了？不是凑数，你艺术你不爱吗？我不去啊，不去不去。怎么着？那你听不着我的艺术了，不是听得着，你没法震动了，听得着，你听不着，你就静音吧，我听怎么呀？反正听过了啊，你震动不了，我没震动了，这5块钱呀、啊，我不花，我也不想让大伙花，人大伙人家不在乎那5块钱，我知道大伙不在乎，但是大伙在乎睡觉，没有我们没有5点多起来去看京剧，我们没有，什么意思呢？就北展肯定不去，你不是来这儿了吗？啊，不管你相声说的好与不好。不是，就是刺，这你跟我谦虚什么？像刺是吧？别扎着我啊！你这样，你今天在这儿，你给我们唱一回京剧。不行，怎么不行啊？人家大伙花这么多钱，是听你们这些臭相声说臭相声。正因为我们的相声臭，所以我不想让大伙再听了，听听你们这个京剧。5元为了弘扬民族艺术的京剧，不能唱，因为我呀不干那个黑心的事儿。我要是大伙听京剧，我就给人退200多了，知道吗？哦、人就花5块就完，是不是？是。你是啊，你要想听，你给大伙都退了，然后一人就收5块，我就跟那唱，退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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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没到明儿6点半呢，接着喊。怎么了？什么叫6点半呢？废话，那退钱，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人家大伙花那么多钱，人听京剧，人觉得不值啊。人明天听我花5块钱，多值啊！值值啊！值值值！您说的太好了。对，那再加5块那行。再加5块行，哎，多大方。是不是？你加就五块。那我大伙要喜欢我，今儿我在这就简单的唱一回。就唱一回。唱一回，唱得好。用下去吗？不用，因为唱京剧啊，它是需要这个有这个，就是跟他配合的唱戏的，人跟说相声不一样，人京剧好多人呢。你这样吧，你把那个德刚啊叫过来，然后呢，让他给我跑一个龙套，好不好？然后主要听我唱一回，好不好？怎么我说到你内心深处去了？你说这样干什么了？不是，我问问你啊。把郭老师请来，不是郭老师，刚子，刚子叫来，你敢这么叫，我不敢这么学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家谱上有我，因为你可能3年1休就把你划掉了，因为你这行你也不玩活，知道吧？我肯定尊重，那是我师傅啊，郭老师，郭老师，你的意思是把郭老师请过来？然后呢，让他给你跑龙套。你说你都没有商演，你装什么孙子？还请过来，还请过来，你就说给他弄来，弄过来。请过来，不能，我有商演，我不是没商演。好，我有商演。那你就把郭老师弄过来吧。你接着说，接着说德纲，接着说呀。就是。小郭，你把小郭弄来。小郭飞扬，别郭飞扬了，就郭老师，你把郭老师，我把郭老师请来，然后对，然后合作给你跑龙套。主要不看我吗？我不专业，你是不是要风呢？还要雨呢？你有吗？风雨雷电，四位神仙不在家呀。对不起，我刚才是不是有点失态了？还想灭绝的灭绝失态。就是把郭老师请过来，郭老师不会来的。郭老师人有自己的任务，有自己的事情。郭老师不来，我怎么卖2700多人？没跟你说跟这儿唱吗？这儿就100多人，没有。那、哎、你把那个阿桃叫来。阿桃是陶阳啊？对对对对，陶阳也来不了，陶阳在别的剧场演出呢。
这你不都是他师弟吗？是徒弟，这都叫是师兄弟，但人家没闲着呀，叫不来，人家不会那么闲着，说六点多起来看戏。那你看他们都不来，我自己我怎么扛？你自己没有关系呀、啊，啊，您瞧见我没有？没有，所以说呀，没没啊，没有像话，瞧见您了怎么了？我跟你合作一出啊，你会吗？我喜欢京剧，我北京打小长大的孩子。那你是专业的吗？不是专业的，那就好办。我怕你啊，这个会的跟我会的不一样。那这样吧，你既然想跟我合作啊，给大伙儿咱们现演一回哈。那这回呢，你就这样。不是，咱俩人要是不好，就是你现演，因为我不是专业的。现什么叫现演？丢人呀！现场演出简称现演吗？那不是叫表演吗？对，咱表现一回。表演，然后呢？你挑一出戏，我就或者你，因为我是专业的，我会的戏多，好不好？你挑呢，我还挑你会的，然后咱俩合作，就给大伙看看，好不好？别介啊，你挑吧，你是专业的，我就跟着你呀、啊。我会的戏多，我挑一出，你要不会，这怎么办呢？你会的戏的，不会不会，我肯定都听过。那我挑一出，你说吧。寡妇激情的一角，会吗？不会，还是的，我都没听说过这戏。再给你换一波，光棍 happy 的一夜，这是不是上下本儿、啊？这个是吗？你要真有这个曲目，我完全买票都底下听了。是不是？这京剧能有这名吗？京剧？为什么六点半去就为听这个？是吧？我明天就开这两出戏，知道吗？哎，再给你换一个吧，机器猫大战伏地魔，我来机器猫，你来伏地魔，把鼻子还得拉下是吧？那你看，你也不像话，你说这仨哪个正经是京剧？你管正不正经干嘛？是戏就完了呗，挣钱就完了呗。挣钱不行，你不唱京剧吗？那你挑，我挑，你挑，我挑着呢，我挑正经唱戏啊。行，你挑就行。咱唱一出捉放曹。还有别的选项吗？没有，别的不会。行，捉放曹你会吗？捉放曹我会啊。你会，你会是吧？你会，行，那就行。你要不会，我还得现教你麻烦，你知道吗？你肯定会是吧？这戏我会，不用你教。你会不会啊？嗯。嗯是什么意思？会呀、啊，要不会不就是嗯？会，你会啊？会会，捉放曹，捉放曹，捉放曹，放曹。啊，捉曹的放曹操，捉放曹嘛。哦，是，行，可以。三国的知道吗？啊，三国戏是三国的。三国的。啊，行。这你不用跟我解释，到底行不行啊？谁不行？我行。你要这样含含糊糊的，我坐底下，我看你唱这寡妇激情的一夜。我没问题，那咱俩就来这，来这，分分人物。分人物行，分吧，分个人物啊！你我来谁？你啊，你来曹操花脸啊！我就是曹操，正面正苗正神呀、啊！哦，我来曹，花脸就是曹操，主角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对，我就适合主角花脸。你来谁？我是中牟县令陈公。哦，你是陈公公？对，陈公公，陈公公干嘛呀？怎么了？陈公，中牟县令陈公，就是县令，我不是太监。就是哦，你是陈公，对，你捉了我，又把我放了，对，捉曹放曹吗？捉放曹嘛，可以可以，是不是？可以可以。你后边呢？改一个小花脸王顺。我前面不演一大花脸曹操了吗？后边改一小花脸王顺，因为我一人没法分俩角儿。哦，你方便一点。前面我演小花脸王顺。后边演大花脸曹操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一人分饰俩角，对，能者多劳，好不好？这你说的有道理，是不是？可以可以，嗯，那来吧，那来吧，怎么样啊？看就不像专业说相声，是不是？口水啊！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给你唱戏，唱不唱了啊？唱唱唱唱，说完了啊，说完了，行，可以。搬桌子，搬桌子干嘛呀？分前后台呀，唱戏就不说相声了呀。啊，就得有个舞台调度。对对对，对啊，咱俩一起搬吗？肯定是你帮我忙啊。是往前搬吗？往前搬就给他们发家去了。肯定是往后搬。往后搬。对，行，好嘞。嘿。你们砍着啊？这桌子是黄金打造的吧？这么沉吗？木头的，来使劲往上抬啊。哦。哎。好什么什么体力，你还
想卖5块钱一张票，怎么了？你办这头是不是因为你滑呀？不是太沉了，太沉了，沉什么沉？破桌子什么沉的，木头的。这样金子你今天都看不见，知道吗？你可以呀、啊，嗯，这么沉你自己就搬了？不沉。哇，你好 man 呐、啊、你！你是唱戏的吗？你男友力十足啊你啊！我就问问你是唱戏的吗？啊，是啊，唱是确实唱戏的是吧？但是我不是职业搬桌子的，反正。这我不管，就是你不要有什么举动。没有没有，就我想抱抱你嘛，就是。啊，保持距离就行了啊。桌子抱完还、嗯、还需要一把椅子呀、啊？那你去吧，好吧？那你去吧，那我不能去。他们后台演员是，我一搬完了，哎，我们少六个手机，他们就这个，知道吗？这么沉的椅子，我以为你叫后台那旺木的帮你搬，你自己就搬上来了。椅子能多沉呀、啊？家里有好几把呢。哇哦哇哦！哇哦！这就搬完了。搬完了，那个唱戏穿的那个寿衣给我拿上来吧，我穿上。寿衣是软和，先给你穿上吗？就你们行话吧，那叫装过。你们行话叫装过，装老衣裳。哪有装老衣服啊？就是唱戏，就这儿绣一大煎饼，两边是两条带鱼，底下有那海波浪，这中间有一个呼啦圈，走起来。那个叫装装的，那不叫戏服吗？对对，戏服，把那戏服拿我套上。没有，没有，这是德云社，怎么会有戏服呢？那没有这怎么办啊？都是大褂的，咱就不穿了呗。不穿了，打刚才我就看你热，你知道吗？说不穿了吗？我说不穿戏服，我都装着了吗？哦。还我一下是吗？你别老姐那么快怎么？见谅啊，习惯了，就是习惯了，就是我换戏服的速度都快，所以反正赶人物嘛，就多换的手速就快一点。就是那个不穿的穿什么呀？就是穿大褂，不穿戏服的呀。哦，就穿，你躲什么？这老爷们儿有这样的吗？那就穿这个就唱是吗？你给黄伟跟头一个啊！乐队老师有吗？就是敲锣打鼓那个，叮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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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那个有吗？没有，没有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个又得学，用，哎呦，那怎么学呀？学怎么不能学？我觉得有点悬疑，就是怎么学呢？你今天是吃什么当中的？我兴奋的今天，就大伙儿喜欢嘛。6月份鲶鱼发情期，这个用嘴怎么学？我上场你打家伙，你上场我打家伙，用嘴学呀。哦，学那个锣鼓音。对呀、啊，锣鼓加鼓点，这有什么？很容易吗？你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？那我简单化个妆行吗？化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是简单化一化。化，你赶紧化，你别摸我就行了。画的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专业唱戏的，扭扭捏捏的劲儿好像不像正经。俩大老爷们台上能这样？看着又化妆不知道化什么样，说我是一变态，我都怀疑。咱唱捉放逃。啊，不上那寡妇进行的一。什么呀？谁是寡妇？你是刚吃完早出来的这是？我前面不演小王顺吗？王顺我不得戴那个官帽吗？对不对？官帽。对啊，白痴多了，管得着吗？行，这简单的嘛，区分人物嘛，对啊。行，这也能区分出来了，是吧？归后台吧，归后台，归后台。现在就开始唱。我打架吗？谁先上场？我先上。那谁打架呢？对。油条，哦，没有油条，对不起啊。豆浆，豆浆也不好吃。紫米粥，这回不要太吃了，又跑这儿卖早点了是吧？不，你先说的馄饨，我想油条。
说口音了。那你说的什么？我这老生上场啊，那应该是馄饨。哦，馄饨。对呀、啊，我还以为馄饨呢。馄饨，刚几点就饿了，穷鬼是吧？别吃我先上。没有早餐哈、啊。你这个手绢有点短，你知道吗？我简单的就包上了。要辣椒吗？不要。加油！呛呛起呛起，呛呛呛那个起呛起，呛呛起呛起，呛呛呛那个起呛起。打架我打秧歌点啊，打什么？我是一县令，我上来就秧歌上来呀、啊，我能判案吗？跟这打什么？打小锣啊！你说打小锣完了，喊什么？小锣不完了吗？哪个大人上来扭秧歌啊？咱们太骚人了，什么？太骚人了！那么多房贷。小锣。哪有小罗，还老罗呢？老罗，罗纳尔多，你让我打小罗的吗？打小罗就说小罗，哪个唱戏的小罗小罗啊？那什么？小罗打小罗啊？什么声？搭贼啊？你说搭贼不就完了吗？不要老拽我了。你老让我说，你自己能不会吗？你是不是专业的？哎，你这个本特别大。搭贼是吧？哦，乐了，搭贼。这句真没听懂，唱戏还带一捧哏的，下官大贼，姓陈大贼，命孤大贼，子公台大贼，瞧我词儿是吧？瞧你什么词儿啊？我大贼，你给我闭嘴！你还专业呢？你还艺术家，就会搭贼啊？你让我搭贼的吗？我让你搭贼，让你搭贼起来没完了吗？到哪儿是一站？到哪儿是一站？我一坐下就别搭贼了呀！坐下就不搭贼，多新鲜呢！搭贼干嘛呀？没坐呢吗？搭贼搭搭搭不得，死心眼儿。谢谢。昨日有东老太师公文到来，命我等捉拿刺客曹操，我也命王顺等四门大探。天到这般时分，未见究竟。左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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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塞，左右，你给我守灵了，跟这儿啊？什么守灵啊？干嘛呢？站着，我叫你，没听见啊？叫什么了？左右啊。那不对啊，怎么了？我只能来右，我在右边啊，左右我还得过去一趟是吗？我说左右不用那么死心眼，非得左边右边。那怎么着？左右就是喊你的呀。那我说你给我搭个架子，就右就完了呀。哦，搭个签嘛，站右边出去。对呀、啊，右，嗯嗯，左右右伺候了。别这样。点一个按摩的是吧？不是，那什么意思啊？
花脸王顺该上场了呀，该小花脸王顺上场了。对呀、啊，我来这王顺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来来来。这你咋说呀？这能不知道吗？我马上知道了。我有有伺候了馄饨，还卖夜宵呢，跟这儿。你馄饨我不能馄饨，我是老生，你是小花脸。小花脸应该怎么着？小花脸啊嗨，明白知道了吗？来，我有有伺候了啊嗨，抬抬令令抬，啊嗨。词儿啊，还有词儿呢，当然了呀，什么词儿？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啊，这不老词儿吗？老词儿说呀，老词儿，你别急，急什么？废话，你就哀嗨，我累不累啊？气大伤肝。哎呀，到左右，左右，右，伺候了，哎哎，来得令令来，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。没有馄饨改饼子了，叫做蛋糕太爷吃。太爷不吃蛋糕，太爷是糖尿病吗？能够废话呀，不你让我说的吗？我说饼子太爷吃了吗？什么？我说禀报太爷知。捉拿曹操是禀告太爷知，令定台。哎，说话呀，说什么？参见太爷，罢了。罢了，你见我，参见太爷，罢了。罢了就罢了。啥脾气？说话说话，什么？恭喜太爷，贺喜太爷，恭喜太爷，贺喜太爷。本仙西从何来？你媳妇儿给你生个弟弟。怎么那么乱呀，我们家多开心啊。什么媳妇儿给生一弟弟？那我不知道，有媳妇儿生弟弟的吗？那什么什么事儿？这能是这事儿吗？小人将刺的曹操拿到啊，小人将刺的曹操拿到，有何为证？没有证据。但是你要相信我哟，我不是那个撒谎的孩子哟。没有证据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放了放了放了。好嘞，曹操你走吧。曹操老爷，把他放了。老爷能没有证据？多放曹没有证据像话吗？多悬疑。什么多悬疑啊？这戏里是这样写的吗？有证据吗？有啊。什么？拿这个这为证。哦，有扇子为证。这是宝剑。哦，有宝剑为证。呈上来。太爷不抢用。太爷宰了，让您看得清楚一点。这么给呀、啊？啊，呈上来呀、啊。太爷，快请。嗯啊。呜呼呀，要死啊。要死干嘛呀？那你呜呼什么呀？我作为县令啊，看见曹操这把宝剑呀、啊、害怕。看见曹操宝剑你就害怕？害怕。你也是没见过直溜黄瓜是吧？害怕。宝剑入库啊。宝剑放哪儿？入库。入库啊，这难点了。老爷放别的地儿行吗？就入库。就入库啊。宝剑，老爷有点扎的慌。老爷入库是库房，不是裤裆。还没太骚人。宝剑入库。将枪背刺了。左右右，将刺客曹押上堂来。哎呀，曹操了。哦。老爷，将刺客曹押上堂来。老爷，曹操让我刚才放走了。哪儿放走？我还没审就放走了。你不是说你把曹操放了？开玩笑，那我当真了。回来，曹操回来，回来了，老爷，曹操回来了。将刺客曹押上堂来。老爷让你上来呢，你别带着龙爪子上来呀、啊！哎呦，还得给你够下来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啊，曹操大礼包。曹操大礼包，曹操吗？我得给零食了，跟家是吗？曹操吗？你不认曹操吗？胡说八道，我不王顺吗？你后边不敢曹操吗？刚才不说了吗？那王顺怎么办？什么脑子你是？王顺怎么办？王顺先搁这儿了。王顺就搁这儿了。嗯，这会儿我就是曹操。你是曹操现在？我刚明白过来。你是糊涂蛋。啊，谢谢三表。那就行了，行了，来来，左右右，将刺客曹押上堂来。让王顺放这儿，曹操出来。哎哎，哎呀，小花脸的哀嗨呀、啊！曹操是大花脸。大花脸，明白？梦中梦境，明白？
脚丫上趟来，大海。不是大海，你是大傻子，你这是。曹操有这样的吗？那曹操明白？曹操，嘿，赖爷，嘿，花脸吗？明白明白，会会。你笑会不了，没事。朋友，你有，将四个枣压上汤来，会。那干净来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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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空来矿，再来矿，会。啊，干净来，你干净来，你干净来，你空来矿，再来矿，会。干净来，你干净来，你干净来，你干净来，空来矿，再来矿，会。这人没门儿，废话。你刚知道三里屯这没门啊？不是，我还以为通黑了呢。我下回给你唱戏也没门，知道吗？怎么了？你黑老就会黑呀，黑把灯开开呀。黑什么黑呀？你让我黑的吗？黑就完了。那怎么着？四句唱啊。几句？四句。四句。对，咱对对词儿吧。不用啊，这里没我事儿。是没你事儿，但是咱俩得对对啊。把手给我扶稳。咱俩得对对、啊。咱俩得对对。不用对，你唱吧。不是，因为我唱完了，万一跟你的词儿不一样。不用，你接不上来，到时候丢人尴尬的是我，知道吗？影响我的声誉，对不对？回头你不知道，回头我不声誉了，人家笑话。咱都声誉了，找那水产带不着。什么关系？头一句是这个。就因为没有水子。头一位是头一句是那个出龙潭入虎穴，躲灾避祸。出龙潭入虎穴什么？什么都行。出龙潭入虎穴，躲灾避祸。二一句跟头一句说不一样。你往后边走什么？后边有狗粮是吗？后边有鱼饲料。二一句是那个出龙潭入虎穴，躲灾避祸。又谁知中牟县自治网罗？又谁知中牟县自治网罗？行，有一遍我就记住。三一句是那个。怒冲冲，我且把滴水压过。四一句是这个，你到底哪句不会啊？哎呀，马上就都会，马上就。这句是，看陈宫他把我怎样翻了？这谁的词啊？你的词，我不唱。你过来，我不唱。你词就你唱，我不唱。告诉你记不住是不是？不是记不住，打一上来你就没拿我当人，知道吗？我怎么没拿你当人？当人了。我说我是艺术家，你认可了吗？认可、啊。你嘲笑我半天了，没有嘲笑你的意思。我前面演王顺，我后边有曹操。我混沌也不对了，我矮矮也不对，我大矮矮也不对，我黑也不对，我怎么老不对呀、啊？你确实不对呀、啊。不对，你会，好像你会吧？你会，你唱，这样咱俩换，咱俩换，我来陈宫，你来曹操，不换不行，你不会吗？唱戏会，你唱歌，那我可爱你了。唱啊！没有唱一半就换呢。我就来成功，你就来早。我就跟你，我愣换，我就换，我就换。你怎么这么往这一过，就往这一对，这我谁不会啊？我来成功，你来曹操，你不会吗？看你能唱成什么鸟样？你来曹操，给我搭个架子。左右，行，将四个曹操压上堂来。上一搭，裤子开了，裤子开了，裤子开了，裤子开打家伙吧，不，你刚才就这么打吗？打家伙，我说裤子开了。那是啥？啊，那什么开了？我宝剑没用裤子，我裤子开了。那是什么？康进来的，康进来的，康进来的，哪有裤子开了？行行，依你依你，将四个曹操压上堂来，扣都开了。你自己手也够快的。将四个曹操压上堂来，快点儿，将曹操给我压上，快点儿。来，看你什么玩意儿，敢唱一唱？我没在边上
道去吧。我签什么道啊？打参加你婚礼来了是吧？不是，那怎么着？说话呀，坐这儿怎么着？问下面站的可是村长啊。我问你啊。对。我能不问吗？这戏词儿就是这么写的，你必须得问。我问，我怕给你问急了，你脾气这么暴。你好好的，我就不急。你只要弄对了，我就急什么？问完不急是不是？嗯。行行行。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。己知我名，何必多问？我就说不问吗？你不说不急吗？这戏词儿就这样。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？己知我名，何必多问？可是刺客曹操？是我。你是你喊什么？废话，我在说，接着说话呀。说什么？见了本县，因何不跪？见了本县，你因何不跪呀？呀呸！呀呸呸呸呸呸呸呸！吐我一口，吐你五口，赚你四口。上跪天子，下跪父母，岂能跪你这学校的谢大林？哎呦，你乃怎样？俺是不跪呀，当真不跪，当真不跪，果然不跪，果然不跪。好你个曹操，嫌我官小不给我跪呀是吗？哇，你好 man 呐！我这桌子什么是吧？这桌子又沉又滑的。上春晚，上春晚，上春晚。嗯，他们不上去。谢谢吧，真的大伙对我们的支持鼓励啊，不以为报就是卖膀子力气。哎，啊，没有名气啊，好好说相声。嗯，您今天哎听完李九重和他的相声之后呢？好死了，李九江哎听完相声出去哎，我觉得他们这场演的还行，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。哎，对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真是，我们也不图说您各位怎么着，就是觉得开心，觉得票钱哎还可以，值，是不是？哎，觉得值，值，哎，我们就是最大的幸福了。您高兴就行啊，谢谢吧。这个接下来呢，这样吧，今天也是过节，嗯啊，别开生面，我给大伙儿再唱一个吧，好吗？啊！唱一个最近这个比较我喜欢的一首这个连歌带戏改编这么一个叫《武家坡》。哎呦，这好听！一夕当年泪不干，彩楼绣球配良缘，平归降了红总站，唐王讨封我杜甫官，西凉国遭了反。你的府上殿把本参，逼我陪挂到阵前，扯散鸳鸯天过一边，黄沙滚烽烟满，到后来我翻榜家坐在银安，那一日兵红大雁衔罗山，才知道三界受熬煎啊，我的妻往事抱船，苦恋你守在寒窑，苦恋你孤孤单单，苦等我血难平归整整一十八年呐。我的妻往事抱船，我不该心急一斗，我不该口吐轻言，落得个忘恩负义，万日欺了天哪，啊，待我将这一十八载从头是一番，方知我血贫难，昼夜回家赶，只为夫妻两团。